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三月初四哦，旧历正月二三，礼拜一。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新疆中板头村发生崩崩的指导刮风，逃走总共有52个拍无去，警方嘛准备要用最上快的速度，将这水导刮的贼仔来逮捕起来。公务在民进党中国关议会党团的总召，由这赖岸中第二度来接任哦。每年这七合一的选战哦，伊就希望民进党会当选出好成绩。另外，秀水乡花莲国小是甲秀水农会合作，带着这56名的学童哦，落田来布置啊，予囡仔人哦体会农民的辛苦。好，来讲今仔新闻，一开始哦，来关心新港乡这板头村的示范公墓哦，讲这边的这水沟挂拢总是拍无去哦，这贼仔无顾来遮扫墓民众的安危哦，一夜之间哦是偷走这52地水沟挂，好佳哉无人一脚踏空受伤。位于新港板头村示范公墓内水沟挂，顶个月28号到3月7日。被贼仔偷走52地水沟挂，公墓管理人员讲，十多年来已经无这种情形发生。大骂贼仔无良心，研判贼仔应该事先就有来勘察过地形。后埔的24地，中区的13地，四角形的，四方形的啦，二区15地，四方形的。他们几乎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啊。监视器黑啊，都避开了，都避开。所以刚才伊是有先来看地，对，有先勘察地形，然后再过来作案。公所民政科长表示，将会加强水沟挂的补强，迈进速修复。即卖现有的部分呢吼，咱会过工吼来补强。啊，被切的部分呢，因为迄个所在有坑吼，阮会来尽速来恢复吼。啊，另外吼，气象的部分呢，咱希望吼，咱警方会当来尽速来侦办。目前有追查到一部那个蓝色的自小货车哈，那个经查询，那个车主是那个住在南投一位那个徐姓的嫌犯哈。那个清明扫墓节快到了哦，那个如果没有处理，可能会危及到那个扫墓民众的安全。那针对这个徐姓嫌犯哈，我们会积极的来给他追查到案。过过无外久，就是清明拜墓的季节，贼仔偷走的水沟挂卖无偌济钱，不过却造成公所必须要用大笔的费用来修复。造成资源的浪费，甲民众的不便，公所卖加强巡逻防范，警告贼仔卖过疑心起犯。多张新闻，台新新港采访报道。好，继续要带乡亲来看的是这民进党中华关议会党团哦，总召、副总召以及这干事长哦，初七是来举行这个交接典礼。关议员赖岸中哦是第二度来接合这议会党团总召的职务，伊嘛准备要有严格态度替民众来把关关键。民进党中华关议会党团总召、副总召以及干事长的交接，四号早起伫关议会地下室举行，由关议员赖焕章来接任总召，陈素月担任副总召，干事长是由 KO 区的欧阳珍珠议员来接任。议长谢登林甲馆长杜丕元马占刚进来管理。也非常感谢大家啊，过去这几这一年来哈啊，整个的大家的这个运作哈都非常的顺利哈。咱中华民众嘛无落亏啊吼，咱民进党团呢是全国第一名的党团吼，啊咱县政府的执政啊嘛是国民党第一名的县政府啦吼，这是咱大家啊共同吼配合努力的成果。因为民进党中华关议会党团常常规个党团带到外县市去帮党来同志来呼选，又搁常常全国性角发着弊端的议题，新古人的宗教拢讲，这拢是党团同志的共同拍拼成果。
除了讲吼，南征北讨以外，相信讲伫完成监督吼，大家成员共同努力拍拼之下咧，啊嘛，互咱伫全国吼有法度创下着纪录。啊，而且咧，伫县内吼，嘛有法度互咱个县民对着民主进步党所咧做个工作，大家当然甲咱认同。要合作，伫党团协商，伫公共议题，阮随时拍开着阮个大门。就公共议题，甲各党派、咱所有议会的党员进行着协商，而对人民有益的议题、的所有的法案，我嘛一定全力去支持。罗华昌强调，再次接任总召是接任的开始，除了继续监督管政以外，所来伫每年七海议的选战，则是搁较要紧的任务。大众新闻张志良彰化采访报道。讲过了哦，带乡亲来去看这400外只狗啊，是甲主人哦，做伙来跳即马上界流行的这哈林摇摆舞哦，这真趣味哦，马上回来。再度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划奖助1亿元，研究所招生起跑喽！网络报名日期即日起至3月7日止，详情请上大业大学网站查询，或拨招生专线04-8511-222。彰化东区计划，捷运绿线彰化 G20、21双站，新县市中心，台化厂区转型计划，大型建设进驻。金马特区，新加坡式休旅电梯豪宅，五大房双车位，一楼贴心小新房，全宇养哲，04-736-0388。新鳄鱼一体电蚊香，新配方，安全有效更健康。鳄鱼一体电蚊香和各种电蚊香器，安全有效更健康。新鳄鱼一体电蚊香，新配方，安全有效更健康。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在正月二四。根据这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在正东方，好时是下晡的1点到3点哦。下这祭祀也够计出，另外也够什么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为着要让学生囡仔会当体会着农民的辛苦，这秀水宫农会是带着这花莲国小56名的学生哦，这个裤脚是甲比起来，脱只脚落场来布丢啊。不过即挂小学生哦，伫咧现场的这状况是真济哦，一个差一点啊哦，徛袂稳来跌倒，这体验的过程是充满趣味的笑声。跟着爷爷走，跟着爷爷走，走来，走。从这边，等我。小学生把裤脚比起来，提着仔呀，走伫咧这湿湿冰冰的绿瓜梅内面，画个大细声。很冰凉，很冰凉啊！会不会很难走？有没有很黏？没有。将脚打落田内面，袂顶袂当，无相信跌倒一规身躯哦，拢是绿瓜梅。感觉可以体会到的辛苦，怎么说？走在这个稻田。
田里面会不会觉得很难走？会。怎样难走？脚会黏黏黏在里面。啊，今天这样会不会很冷？会。天气虽然冷丝丝，不过花莲国小56名的学童也是真欢喜，听到农民的指示播稻啊。不过这个技术敢那无介好，变一大撮一大撮的，让阿公阿妈是看家笑嗨嗨。拢机器化，无囡仔无安尼轻轻落去播的动作啊，啊，即摆看足欢喜啊。安尼吼，阿妈趣味吼。阿妈，你感觉伊哪个腿无安尼看了？真好看啊！我呢，食这侪唔捌看报菜，看囡仔咧报菜，真新鲜吼。会当让小朋友吼了解讲如何能种出比较健康的水稻，不要用太多的农药，还有合理化的施肥，让这些我们种出来的稻米，我们以后的那个米食吼能够吃得更健康，然后小朋友更体认到吼。老爸老母阿公哦，因的辛苦，农民的辛苦，这是吼上重要的。为着要让学生感受到一粒米来了无容易的道理，甲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学校是甲秀水乡农会合作举办播稻啊体验，对囡仔来讲是一个真有意义的生命教育课程。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好，过来这个现场同款是真趣味哦。为着要来庆祝102年度的妇女节咯，中华关键护士找来这中国主角世界比赛得到这金奖的总婆，展开这个料理达人秀。同时哦，嘛邀请到这100多位的男性朋友，做伙来煮这个幸福的早餐，给太太吃。在专业总铺师指导之下，真少落灶卡的男性朋友，也是要来准备一份幸福的早餐。事实上，每支参赛队伍当中，都有妈妈在斗三工，对做早餐开始，就会当感受到妇女朋友的味道。大部分像这样子，都是很简单的清粥，那就烤面包，然后也是加起司。然后就配个豆浆，这是很传统的啦。主办单位表示，妇女姊妹长期为家庭、社会、甲咱中华这座幸福城市牺牲奉献，透过活动的举办，要大家对妇女朋友的权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嘛要借此来宣导两性平权的重要。人人的努力，然后造成我们现在这个美好的城市。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咱拢有这个责任。好，咱这个土地建设要更加好。除了这场大型的庆祝妇女节活动以外，今年妇女系列活动也有家庭成长日、模范大家新妇表扬等19场。详细活动信息，拢会当上官府的社会处网站查询。大众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好，拄则即个气氛真正是真温馨，阁甜蜜咯。啊，那过来哦，即旧年上盖红的舞步就是南韩大叔的骑马舞。但是今年哦，即上盖流行的哦，讲是即个哈林的摇摆舞哦。即马哦，即个风潮就为国外传入来台湾，即400多只狗啊，甲即狗主人哦，就聚集伫咧鹿港镇来跳舞，真趣味哦。狗仔游乐场的主人摕着扫帚，疯狂的摆动身躯，无一睏仔的时间，边仔的民众甲这狗仔拢加入这功夫的行列。甲无定向的摆动动作，就是即马上界流行的哈林摇。狗友伫咧网络发起聚会，吸引全台400多人来到鹿港镇办 party。有哈士奇、柴犬、吉娃娃、狐狸犬等10多种的品种做伙跳舞，差点气氛。很新鲜，很好玩。第一次参加这么多人的聚会，这么多狗的聚会，好有趣啊！好累，好酸哦。尤其刚刚放那个朵朵的好厉害，新鲜的，蛮有趣的。大家那种热血的感觉还蛮热血的。骑马舞了后，即马哈林摇风潮更加流行，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会当跳。即马就连狗仔嘛来加入做伙摇。
真正是趣味又够高水。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六港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今日大中华地区又来发生什么大小项的代志，来看大中华报您知。三月初一开始，就要开车加重处罚新制上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自今仔日开始，一个月内，伫全县400位容易肇事路段甲重要路口，规划15届的就要开车取缔勤务，平均两天就出动一届。队长刘民忠强调，警方抓就要开车，绝对袂放水，民众千万唔通以身试法。彰化东西里圳三圳古村港改善工程已经完工，农委会主委陈宝基、立委林聪明、彰化农产水利会吕罗山等人共同主持通水典礼。北彰化1800公顷农田唔免搁再烦恼灌溉问题。农委会主委陈宝基表示，一期稻作已经放养，东西里圳三圳古村港完工，拄好会可提供彰化农民稳定的灌溉水源。就算未来拄到雨季汛期，农田嘛未受到影响。彰化一名36岁美发师，因为月经长达半年无来报道来看医生，医生检查发现患者竟然已经出现停经的现象。彰化基督教病院妇产科主任蔡宏德指出，目前也无多证实女子是不是容易导致卵巢早衰，但是非发性的女发者可能会出现到未生的几率。若是有生，上好在工作的时阵避免徛久，才会当降低早产也是流产的风险。何美珍哦，这个民政社区哦，讲要做这个社区的绿美化工程，讲要先清洗这个上底牙工哦，以应准才会当做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讲过了后，马上来了解。鸿海制造60寸电视只要38800，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或台湾大宽屏，超低月付299起，马上带回家。快拨0809-009-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大中华新闻的现场哦，后来继续要来看这河边镇的民政社区哦，讲是利用这个水翁啊来传水哦，请这设计师哦来设计一面这活水会当流动的这水翁啊壁面哦，和这个社区的入口意象哦是变加一无同款哦。河边民政社区营造美丽环境，社区争取到水土保持局25万的经费。结合往水传说的文化内容，设计制作一面往水墙的社区入口意象，充满活力，嘛，予看到的人目睭拢光起来。以地理风水这类的来留白，啊来做这个入口意象，啊来要搁一种哦，咱日后农村再生，啊，予村民大家较团结的，较和好。设计者希望呈现出社区充满源源不绝新鲜活力的理念。一入口处是由东而入西，然后我们做中朝西，先有天的水源吼，啊，我伫迄边甲安排伫个北方来出水，啊，比如来出水配合讲这局，也都这个水若来，就是代表讲这个叫智慧，代表财。代表啊，细水长流，源源不断。李署长强调，社区内这位土民下保存一支200年的旺水，旺来的水量唔捌打过，向上帝爷公伯伯同意，才会使破土取水。200年前，哈，这个阮新村起盖，啊叫阮就去，吼指派阮去摕转来，啊要阮内面一个，阮这个新村上帝讲过，经过神明指示。伊台新民要求，新民啊支持，我可以，啊，就来厝内面
拢有水。民政社区唔呐努力改善环境景观，而且更加结合了人文故事的往水历史，增添社区营造的内涵跟魅力。多张新闻，他们请何必采访报道。上新的科技带来生活方便，说来来哦，咱要来看到的是，这个绿色能源太阳能哦，这陕西国小哦，就向台电争取到这400多万的经费哦，是来设计一座哦，讲会当哦，这家己搁着这个日头走的太阳能板哦，嘛成为学生囡仔上这个自然科发明课上介好的教材。目前核四议题讨论热烈，陕西国小利用台电补助，校园内设置的做日太阳能发电装置，教导小朋友有关天然能源发电的知识原理，机会教育学生爱惜能源加环境生态。我觉得很新奇，以前都没有看过这样子的锥日型太阳能板。像是上到那个太阳能发电的时候，就直接实地过来观察会比较有用。你要知道就是有哪些比较环保的发电方式吗？太阳能，还有风力发电、水力发电。老师表示，最近太阳能的发电装置会使随着太阳切的角度来转换角度，太阳运行的原理，佮太阳能发电等自然科学，拢会使详细讲解，让小朋友佮较容易理解自然科学。我们这个太阳能光电板教带给我们学校教学上有一些帮助，学生能够实际参与看到，来了解节能减碳的重要，以及它电力是如何产生的。让学生从小就培养一些正确的概念，那对我们环保跟永续发展是有相当大的帮助。陕西国小推动小朋友透过体验式的学习方式，对自然科学原理有更加具体清楚的认识。透过太阳能发电装置，让学生认识自然科学，也启发环保意识。多张新闻，淡青陕西采访报道。那再来哦，咱要把镜头刷来到这彰化市的生活美学馆哦。现在哦，才讲当日展出这国内真出名书艺大师柳家渊特殊的这书艺雕刻展哦。这个柳老师哦，是将这个雕刻刀哦，当作这毛笔，将这优美的书法立体，这一刀一刀刻在这个绘画顶端。透过记录影像，刘家恩老师每一刀都敢那亲像咧写毛笔字共款，甲优雅字体刻伫地果，也是陶罐顶罐。刘家恩老师讲，书法的美丽唔只是会当用毛笔来写伫纸顶罐，用雕刻刀共款会当来呈现另外一种的书法美感。我有融入一些是属于比较较绘画性的东西，打破那一种传统那一种布局方式，所以观众一接触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这个是应该是正常的，也不用太在乎这个东西。除了陶雕作品以外，刘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传统的书法艺术。刘老师强调，欣赏一般的书法作品，看的是笔画等技巧，但是要看伊的书法创作，是要用欣赏100度的心境去感受。单纯用可能欣赏一幅画，来欣赏就好了，你不要太在乎说。我的笔法怎样，我的结构怎样，这个对一个没有学过书法的人其实也不用怕，不要太在乎，纯粹你有感觉就好了，有感觉以后你慢慢进来你就会欣赏它，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主办单位表示，这次展览包括到平面的书法作品跟立体的陶刻创作，更加因为陶刻的创作完全无受束缚，每一件陶刻的作品，每一个字体都有不同的欣赏角度。大家新闻中，适量中华彩虹报道。继续带大家来关心今日三月七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这个总交易量是129公吨，总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8.7元。咱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花椰菜上价10元，中价8.1元，下价7元。对的菜上价6.5元，中价5元，下价4元。包心白鸭上价4.5元，中价4元，下价3.5元。四果鸭上价16.7元，中价14元，下价10元。蛤蟆豆上价20元，中价18元，下价15元。
好领导上届55，中届44，下届35，参加上届20，中届15，下届12，红领领上届10，中届7.5，下届5。上届50，中届45，下届35，菜头上届8.3，中届5，下届2.7，韭菜花上届50，中届48.5，下届46.7，苦瓜上届45，中届26，下届15。这几天的天气受到这个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温度上低都来到10度左右。不过哦，按明仔开始哦，冷气团减弱哦，各地气温都会渐渐来回暖哦，恢复到这一份好天的好天气。在中南部的地区哦，温度上高会当来到25度至26度。不过这早暗的温差要是会差到10度，再出按几个观众朋友哦，要是爱加早一领外套，较袂去感着，过来来关心各地天气资料。以上就是今日3月初4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心，我是林桂英，咱再会。啊，肚胃酥胃损失努力肉做健康对调调红心加味菇嫂丸补血调血又养血菇菇嫂嫂解心烦用血够完气调血保青春已经到心来照顾咱查某人红心加味菇嫂丸目睭酸流目油看不清看不明红心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得清清清最重要红心明目丸最有效钙质流失骨质疏松关节退化腰酸背痛脚手无力顺中药脚好无副作用强筋固骨头让你脚有力哦红星大雄丸红星大雄丸目睭酸流目油看不清看不明红星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得清清清顺中药红星明目丸最有效哎、欸，来见客陪啦！上油啊啦，我袂卡咩啦！你血爱痛啊啦！重油重咸，你血爱痛啊！果然吃冰段运动，你血爱痛啊啦！清血油，通血路，顺血压，吃血爱痛。红星血爱通，目睭若健康，人就顺服。较早我目睭真有乌影，目睭阁擦擦呢，这红星明目丸给我顾甲好势啊好势。咱有血人目睭会酸，会笑。会花会蒙雾，这红星明目丸真有效。好，你目睭实在有金，会晓经济，红星明目丸覆盖得志。
欧桑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我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啊。嘿，唔较简单，食代向丸就好啊。来这款年纪吼，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你讲食啥货？红金代向丸啊！食代向丸就对啊啦。